们今天大会主席，请李创会长，还有我们中兴总会长，还有我们总会秘书长林灿会说，财务长怎么会说，还有常务监事刘军太姐，还有所代理的我们监事团队，还有我们所有的首席团队、主委团队，还有我们所有总会的会事干部，我们大同地区所有的会事干部，还有所有的会长，还有我们今天共享会所有的新会员们，所有的同济家人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真的很开心哈、我们共享会终于成立了。其实这个都不在预料当中。从一开始，我听到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们依依要创一个新会。那我当时我就问了他，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总是告诉我说，主席，我没有要创会。所以这个事情就此打住了。那我想很多的事情在冥冥当中，老天自有安排，他一定会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跟安排。那不管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辛苦，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做到了哈。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贵宾能够莅临到现场，真的就是感动。我常常跟李创会长分享心得，我说很多的阻碍，很多的困难，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转换成养分，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养分。那也许老天的安排就是希望你能够带领身边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创立共享会，来继续为我们同济会来努力，来让我们同济会更发光发热。从他47届当会长，我就已经看到这颗闪亮的星星。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用心。其实他今年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的会长夫人，他是我们嘉禾会叶安军会长的夫人。那安军会长当然事业真的很忙，可是他已经是竭尽所能的参与我们所有的会务，可是幕后的功臣就是我们的依依创会长。因为有这样子的贤内助，让他能够恢复运作，非常的成功。当然，看到他最后能够决定来创立我们共享会，心中就是开心。那我也很乐见我们共享会的未来。那今年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沈陶首席，也是我们国博在47届的主席，大力的协助。然后也谢谢我们玉珠会长来担任我们的母会，我只能在这边跟依依创会长讲，有千禧会做你的后盾，一定是全力的支持。我相信这个是毋庸置疑哈。刚刚我也跟我们总会的干部报告，我们千禧会今年的全国年会已经注册了36位，哦，这个也是真的，有这么强的母会在做你的后盾。今年我知道他们有选了一首歌叫做做我被这里特刷哈、那我想有这么坚强的后盾在支撑着你，你不用担心哈、你这条路一定会走得很顺遂。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做公益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很单纯的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也没有这么多的纷争。那我就全心全意，好好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只要是好的事情，那我们就共同来成就它。所以我很乐见我们共享会的未来，那我也会全力支持。今年真的我要谢谢依依，没有浇熄他对同济会的热爱来创立共享会，所以我在这边要祝福共享会前景一定是非常的光明的。那我也要祝福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同济家庭幸福美满。好，谢谢。那我也准备我们的创会基金。感谢主席也特别带来祝福以及创会奖励金，我们感谢主席，谢谢您。